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烟，还没有戒。我那时候一天我最少一定要有一包以上，喝酒下去是不一定哦。你也记得哦。我比如差不多最12瓶。啊，那这样断断续续的话，很难说。很多师姐他们都会跟我讲，这干嘛抖抖，这干抖一看啦，其实。其实因为这边社区他们这边几乎很多那个男欧力上的啊，还是几个男生有喝酒的人几乎都有去我店里喝过酒，所以他们想说这些人那好可怜。这个算是经络，松经络。那以前你有学过吗？我以前18岁那时候有去学，那时候是指压，还有做脸。到，最后居然用上了。18岁的时候去学的，那时候学的就是在台北那时候学的，结果都没有学以致用啊，当个。78岁啊，才来得这里哦。哎，有啦，很幸运啦。我去应征的时候，我说哦，这年纪还可以哦。我们老板娘跟我讲，一个年纪还比你大3岁的，所以我那时候更有信心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想自己开，其实那个也真的是一个因缘，是碰到我们师姐，她说，哎，不是在做美容吗？哎，我肩颈很不舒服，帮我按一按啊，结果就给他按一按之后，他就，哎，你这种是可以自己做啊，真的很大胆哎，就说好啊。那刚开始我觉得，为什么这个人讲话很直接，可以说是一个傻大姐，但是你跟他聊过了以后。哈，你以前是竟然是也是这么花花世界的时候，然后重新归零的时候，不可思议，好像就是有一种可以回归到原始点那个单纯。我想一想，真的我们比不上他的那一份单纯的快乐，然后很多人要的。更多，但是他不是，他只要这样子。陈英英较早拢甲朋友佚佗，逐工啉甲醉茫茫，但是即马伊戒烟戒酒，食素食做志工，帮助需要的人。我先介绍我家己一个啦，无恁妈。我的名叫英英，陈英英。啊，我等一下要在这献丑一下。哦，安尼我用心听一下哈。那个方式就像。你要笑的跟人家打招呼，以前不会，以前去了就不知道那种表情，那种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互动啊。像现在真的就会，参加慈济活动之后才知道说哈 ，Happy Nature 哈，你好像你他们的感觉，大家都这样就很快就可以跟他们融合在一起。
哦，就是说他以前就是抽烟喝酒都会，然后他们本来就是快吵的，然后他个性很海派啊，所以他交的朋友也很多，然后他可以改到现在，完全都不会碰那些东西，然后也不抽烟不喝酒了，然后而且做慈济他做的真的也很发心啊，就觉得这个、真的不容易耶，一般人大概做不太到吧。你刚才讲快炒是什么意思？快炒店，100元快炒店那一种嘛。他之前是在做那个的，所以什么化工那些好像他也都会了。我是听我们家师兄说，我在跟我们家师兄讲，然后他就说，他不简单哎，因为他我说你认识他，他说认识啊，可能不是很熟，但是就是知道有这一号人物啦。叫做什么？辣妈。辣妈快炒店，所以应该他以前也是辣妈一个。因为小吃的话，多加一个布，哦，什么小吃布，小吃布啊。我们没有加布哦，我们只有小吃而已，所以我们是卖吃的，我们里面没有那种粉味的哦。我的个性属于比较男孩子的个性了，所以我跟那个杂波跟他靠缘。一坐下来好像都好像喝烧酒的时阵，敢那拢特别拢做话讲，我唔知。我无用敢那查，无用敢迄碗哈，我袂好势。那要炒菜那个弄盘子都没有，我们还有客人跟我讲，不要紧，恁去用，恁去用，我帮你洗，啊帮我修那个桌子啊，那帮我大修。啊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喝哦，大家都嘛，那么啉到差不多12点多1点多，啊喝完了，佫无当给那个刷摊。跟我卡拉OK，两明仔载透早5点爱去大菜市补货，我都爱徛咧，赶快去补货回来，又开始营业。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常常不在家啦，所以对她的印象没有到太好，就觉得说每天都看不到她的人这样子。都没有在顾我，或是没有在身边陪我之类的这样子，所以，对啊。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，只是他后面就是可能有在结，对，然后就可能家庭也没有到很好，所以导致我也搬来搬去，转学来转学去，所以就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过得很开心。就觉得还好啊，我就觉得心里就觉得每天都看不到人，我就觉得很讨厌啊。像可能学校有时候可能，你看有时候学校办可能家长来要来嘛，家长会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什么运动会之类的，都好像不曾来过，不曾。所以我以前小时候其实蛮羡慕其他同学，就是有爸爸妈妈会来。啊，因为他就这样子，因为家里他再婚，然后也嫁得不是很好，所以遇到家暴，就也是刚好对啊。他也很辛苦啊，没有错啊，就辛苦的时候。可是我就觉得说，有时候就觉得说，你辛苦归辛苦，忙归忙，可是你好像没什么时间在陪我。啊，你整天就给我零用钱就跑。哦，有时候会啊，对啊，就看到他醉醺醺的样子，这样，不开心，不喜欢，很讨厌。但是可能那时候得知的时候，有吓一跳，就觉得说，你怎么会参加慈济？对，怎么莫名其妙怎么会去？然后你还跟我讲说你酒戒了，烟也要慢慢戒掉。然后，殊不知参加一个慈济怎么变这样子？不要给他等等啊，普通的呀，一点不来到我，来到我。啊，就是刚开始我就跟你讲说那个姻缘啊，就是他师姐和我的母亲，就是来跟我收功德款，然后收完功德款的时候，然后又拿了，他每一次来跟我收功德款的话，都一定会拿一本那个慈济月刊给我。一开始我从来不看的，啊，后来他就是叫我看大爱台。然后我大爱台有在看，啊，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去开卡拉 OK，
我开卡拉 OK， 既然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居然去拿我们慈济月刊在那边看，就那么有哦，有关系啊，因为那卖昏死的、啊，因为每一次我们客人都跟我讲啊，哈，啊你吃素食啊，你找迄、那、你卖这车的，卖迄猪脚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啊你这无到吃到吃，我讲啊哈，我今嘛无吃个。然后你真的要培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必你就这些一定要去把它，不然你一定到底是要做主者，还是要搁卖这只？啊，你整天底下看，你看你家己讲你要吃素食，然后你去参加实践的时候，你又要实践啊，然后你在那边念的时候，你自己本身你又没做到的时候，对我来讲，我感到那种心。就是，那不是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呢。一开始的话，我想到这个比较简单，我都可以做的。啊，不像说有一些像什么人文啊什么那些，我会觉得那个好像没有那种能力。我认为好像环保就是让我想要来参加的时候是。最简单的工作，其实一开始是想说是帮忙啊，结果一做下去，不是帮忙，就是一个使命感，就是这个是每个礼拜四要做的工作。有一次去那个苏轩金丝厂，苏轩啊，不是抽那个金丝雨，抽到一张真的戒烟戒酒，说戒就戒，那一期，那时候抽到真的自己看到。啊，你没有喝酒之后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会，真的头脑真的比较理智。真的喝酒吼，真的是头壳清醒。人咧讲我头壳拢无清楚，这一点倒是真的。做瓷器之后，我想说，要捐钱，一个月才100块尔。我若惊我一个月分钱，我一个月我得当捐3000块啊，有那么难吗？你就把它这样把它切掉。在做这一段期间观察他们，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说，我们去给他请的时候做一下，就会想说啊，起来喝个茶啊，还是起来干嘛，还是吃个东西。可是来这边做环保的时候，给我看到是那个屁股好像椅子好像黏住了。他们一坐，像我们有时候坐2个小时、2个多小时，从头到尾没有人起来说要起来喝个水。甚至跟他们讲说，哎、欸，嘛是热了，嘛是爱补充一下水分了。可是他们说，哎呦，要做不完了，做不完了，等下做完再来啉。啊，然后也不会想说，哦，咱来底下来开讲从啥物无，吼、哦，大家就是你都看到，种真的大家拢咧呢，真个足认真呢。啊，搁这几点，迄大厝演员开讲，坐咧开讲时阵吼，拢讲点啥物，吼、哦，我才腰酸啦，但我脚疼啦。啊，来直接做环保时阵，好神奇，都是没有声音。也没有听到人家说他念什么什么腰酸背痛，完全没有。第一次学抽烟是。哎，18岁那时候是好奇，然后皮鞋店没带，就去那个地下舞厅当领台。啊，领台那时候不是都有少爷啊，还有朋友，哎呦，今啊都来去兜一兜一。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喝玫瑰红。我学什么，不管学好的、学不好的，我都很厉害，我都很认真去给他学。啊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做瓷器只能做好的。
佳子，我平常都放在车上啊，啊看到的话我就会，有时候进路过的时候就会把它夹到旁边去，因为上看大爱台，上人曾经有讲个故事，然后就会想说有看到就，第一次还是很怕了，第一次真的不敢夹，啊第一次是后来看到小鸟就把它夹起来，然后第二次好奇怪怎么越来越看越大，之后来看到老鼠第一次看到也是不敢夹，啊、好像那个好像是菩萨在考验你还是怎样，隔没几天路上又碰到一只，就想一想骑过头了，还是回头把车子停好，再把它夹路旁边去。后来又是那种蛇，真的越开越大只。后来看到一只猫，第一次看到夹到猫，猫夹子夹不起来，要戴手套把它用手提上来。有一次看到狗，真的那次就真的不敢了，怕袂惊了。现在会怕吗？现在不会了。现在反而你过去如果看到哈，有一些是压的，整个都扁掉的哈，你就没办法像说去把它抠起来，就有时候过去的时候那种心就很神奇，就感觉很不舍。那需要念什么吗？我都会先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回向给他。有空的话，我就会坐下来修啊，没有很刻意说你一天要修多少，就只要一有空的话，我就会坐下来。啊，有时候修个十分钟啊，半个小时啊，大部分都坐，也不能坐太久，他半个小时就要起来稍微动一下，好像他有种内力啊，你就会想说，他那个你修好那个成品了、啊、哈。会让你期待，你要把那个成品看到那个成品，啊，所以你就会自己就会找时间了哈，就这样坐下来给他修。结果有一次，我们师姐突然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像那修那么漂亮的话，也可以义卖呀。”哎，我突然想一想，哎，对哦，就突然有一个我的会员，他就看了喜欢，我说那个很贵呢。他说可以啊，你要卖多少？后来就卖他50000块。现在才知道，这么单纯的日子是真的是很美好的，因为你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，像这十字绣，也是你自己喜欢做，在这边绣。那以前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吗？那种喜欢跟现在的喜欢不太一样，以前那种喜欢是很杂，那感觉是好玩。以前都是一大票这样出去，所以你就那种是感觉是很热闹很好玩。他在种起码不会去想那些人，刚不以前玩过了。看别的。陈英英讲，后来做主持时阵，才慢慢发现做好事去帮助人是什么款的感觉。这种快乐，让伊知影家己要过什么款的生活，嘛了解到家己的人生是要安怎去行。
其实我现在最我的愿望快要达成了，大概最慢应该还有两年吧。啊，捐帮我妈捐农本，刚五十几岁，起码才第一桶金呢，还没有，还没有达成的哦，还在努力当中。可是会了，有愿就有力。甘草啊，枸杞啦，肉桂、桂枝、红枣，这个都是好的材料。嘿啊，我是用这咱这正的材料，瑞兄瑞控，我袂讲爱控三杯到三点钟就是安尼。因为遐久吼，你才会出名起来嘛。因为我当归汤，你也寒人，嘿爱三脚到有够人好卖呢。人食菜人学咧食什么补什么补，咱无嘛。吼，安尼所以咱用当归代替补咱的身体。哎呀，它的料很好呢，你看它这个一碗才多少钱？香菇很多呢，都是香菇呢，还有那个金针菇呢，蔬菜。这个汤非常棒，那个蔬菜是用蔬菜的口感汤哦，这个很甜呢，不加味素的呢，很甜。我那个美头都已经哦，生很好，一碗头都已经大二十块了，你敢说？现在所以那时候真正迄阵是拍拼咧赚钱，84年那时候开始，你爱参实际在接触，安来迄阵才开始讲买卖上上买卖熟悉。早上要买什么？我买卤蛋。买卤蛋啊。熟悉我一定吃它的，因为一做清洁上，它超干净的。它的锅烧里面真的比车的还要香。安尼咯，好，拜拜。我卖物件足简单，安尼，你看我的表姐袂遐难熟，哎呀，就是讲遐难熟，咱是讲哦，咱三人底讲也算叫人家出数啊，啊，所以咱尽量啊。全部熟悉的，食看卖足好食。你个只只来包起，啊，但愿讲广结更多的人来出数是最好。最好就是这样，讲几十年了，看几人吃寿司的呀，啊，那地球就会清净了。